接下来这个作品是对管乐团来讲非常重要。作曲家是霍斯特，英国的作曲家。那他有非常多非常好的作品，尤其是《行星组曲》，大家应该都听过。那他最有名给管乐团的作品有两个，最重要的一个是第一组曲，一个是第二组曲。那第二组曲对管乐团来讲，他因为所有的吹奏管乐的同学应该会耳熟能详，所以乐团在吹这个作品的时候会很紧张，因为有太多前面好的录音、好的版本，所以可能在你的脑海里面已经有既定的印象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吹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就会非常谨慎，要把它做得非常好，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作品。可是因为它很单纯，所以你会感觉到它的难度很高，因为你要把它做得很清楚。那这个乐曲有四个乐章、四个乐段，那中间我们都不会停下来。带来这一首第二组曲，谢谢。Thank you.
Thank you.